友家人们好，这是咱家的龙秤，尺寸多种可以选择。然后呢，一面上珠，单人可以操作双面开门上小桌。然后咱们看多少斤啊？防抖动、防作弊的一款泵头，112斤。好了，咱们下秤，开门，小猪下泵。然后咱家客户定制的是防滑垫的一个设计啊，非常的实用耐用，一个人可以推着咱家地泵走。然后咱们演示一下，轻松在猪舍使用。